习室功课赶不上的人上的。像我们家一个世界有个一定要聪明的一体全局让我们这场智商过的超级天才美少女，这还需要补习吗？那你去上什么课？我去学才艺。才艺班一星期一次课，每次顶多两小时，也还有课。没时间，我没时间。人懒就说一声，少找借口啦。我每天课材料准备满满的，没空背脚本。是吗？把你的才艺课表背来听听，让我来帮你找时间。星期一是语文课，要上演讲作文、英语绘画。星期二是数学类科，有珠算、精算、建公式、数学。等等，你是说每星期一都要上语文类科？这星期上演讲，下周一上写作，再下一周上英语绘画？不是，每周一都要上演讲、作文、英语绘画。哪有可能？学校4点半放学，我4:35回到家，4:40开始上课，每2小时一节，一个晚上就可以学3种才艺啦。你每天学3样，一个礼拜共可以学21种才艺。不止哦，像周三下午没有课，还有周休二日就多学一点了。哈，那你到底学了多少东西呀？这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哎。这样吧，我把我的课表给你听听，你来帮我算一算。行，星期一二就学了6样。第三是音乐课，要上钢琴、口笛、南鼓、古筝、爵士乐、鼓、棒、鼓号。学6种乐器啊！我妈说，音乐涵养心情，学琴的孩子不变坏，所以就多学一点了。是哦，是这样了。星期四呢？上电脑、物理、科学实验，上高科技、看棋。哟，为了李远哲站在我旁边呢。星期五是美术创作，要学素描、油画、雕塑。18班五艺学徒啦。星期六的课程是乡土与表演艺术。内容呢？白天要上芭蕾、民族、现代舞、街舞、跳国字和律动啊。晚上还有歌仔戏、掌中戏以及舞台训练。27令他正当青睐呀。或许吧。星期天上休闲运动课程，终于可以轻松一下啦。你乱讲。早上学游泳、长跑、跆拳道、溜冰，下午还有登山、露营、野外求生。为什么要学野外求生？现在天在地变，得未雨绸缪啊。也对了，晚上还有美姿以及社交礼仪2堂课。36样才艺，不再培养超人啦、啊。我妈说，孩子，我希望你以后比